没发觉一个问题吗？抖音上面现在很多那种啥子几百个粉丝量，我那会发出来的方案是低得又低啊！真的看到有人了，我看到我都想到哪儿去打批发，我那会真的啊！人家我都想去哪儿去打批发啊？那发出来那些价格，但是喊很多人先喝水，喝了已经喝了。感觉六七百哈，现在我都想去找他们打批发，我说你车子都拿的不行啊，结果他妈一问，就是我们自己公司的车子，我去，这东西是要咋整嘛？但是一问，说就是我们自己公司的车子，我去。有没得可靠了嘛？肯定有，我就可靠噻，老表哎！我至少嘛，在这抖音上嘛，还有20000粉丝嘛，对不对？开个直播嘛，有100多号人嘛。你自己看嘛，所有的低价都出自于，所有的低价都出自于那种只有几百个粉丝的那种啊，人都没有。都没有想过啊，所有的低价全部都出自于那种小的抖音，新的抖音，那种几百个粉丝的那种账号，那种又无所谓，晓得不？那骗了又不然马上这个账号就弄来注销了，重新又起过号了，又继续骗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一回事，那可以源源不断的一直骗人了。有些更猛的是啥子？矩阵账号。同时十几个矩阵账号一下子发出来，那总有贪便宜的人，我认为真的总有贪便宜的人，那就是在赌这个概率，一是老司机，一是老司机，好，那儿有个贪便宜的，那总要找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总要骗到一个，你想光撒网总要撒到两个。现在单价太低，你要跑起还有啥子劲？不要忽悠小白来跑车了。说千百度，你脑壳打不转吗？千百度，我看见你还是我的粉丝了嘛？老子现在在讲租车子的套路，你给我来个喊我不要忽悠人进来跑车子了。脑壳打起铁的吗？啊，千百多。但是现在得跟老表些讲车子的套路问题，你要跑起来来个梦有梦从的攻击间，你是进错直播间了啊？你是不是进错直播间了？现在下午我还得说这个问题，一天到很高高在上的说喊我们不要忽悠啥子小白进来跑车子了，那你还在这个行业里跑啥子嘛？网约车烂坑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跑了噻，拿过来刀逼着你来跑吗？自己日你光闷起脑壳，轻快踩到发福的我二混跑起来，那现在高高在上的我二混，高高在上的到那儿在批判别个。对不对嘛？你觉得这个网约车那么不堪，你还跑啥子嘛？听到啊，对不对？你出去了噻，对不对嘛？自己的网约车跑得呼啦呼的，日你的行在这个行业里头，竟敢整，是吧？自己闷起脑壳都在那跑，我都快一个月没跑了。那你之前总跑过嘛？是不是？你之前跑了好久嘛？你要刷看你之前跑了好久，好大个事，又气成那样子，没气。
但凡有别的车了也不至于来跑车，既然来跑车多数也就没法了。哦对的嘛，是来跑了，我之前肯定比你跑的时间长。对了嘛，前面都你都跑了嘛，那么长的时间你那说你不要拉别个来入坑，那个东西挡得住啊，先生。哪个有好的去处，哪个别的你干其他，能进入这个网约车的能骗了的那种人哈，骗进来的那种人，那顶多跑一个月那就跑球了，哪有好的地方去？我承认很多有些新手小白进来哈是被骗进来的，被骗进来，但是那也顶多在这个行业里待你妈个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那就跑了。只要是那被骗进来了之后，然后长期的还在这行干下去的人哈，那都不是被骗进来的。你说他吃完没有？没有。快线公里跑得想发图。你不跑，大把的人跑，对不对嘛？你找到了好的工作，好的去处了，不代表其他人家找得到。不要说快千公里，八九千公里一样的有多得很的人来跑。真的要八九千公里，我们这个网约车司机一样的，吃不习惯还是不合胃口。我婆娘个人吃，我又不吃水果嘞，我是因为我很少吃水果啊，我基本上都不吃水果。婆娘个人吃，她吃完我得了。八毛的谁的风快，真的啊。跑这样成本都是七毛。只有事情能教会人做人。感谢涛哥子扯了别的啤酒哈。那就不给你带了，明天我上。你啥子又回老家去了？你不要带了，你上回带的都没干完。20公里7块钱，那都有人跑。我这起步价4.9块一样的跑得扎紧的很，所以说再便宜那始终的有人跑，还不嘛？回来一个礼拜了，有事，明年干8年了，可能就退休了。电车投得到两脚不？电车你晚上11点以后去充电一声的话，妈一脚钱公里都投不到。赶紧搞按摩哟，田总。新时代的乐驼祥子，只是我们网约车更接近于乐驼祥子。我觉得只要是在上班或者是打工的人，哪个又不是乐驼祥子嘛？哪个又不是乐驼祥子的命运嘛？对不对？只是我们乐驼祥子是拉车，我们是开车，你们是上班，对不对？就在这儿区别。可能其他行业跟我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哈，无非就是干的职业不一样，但是实际我们都是乐驼祥子。所以说乐驼祥子这个词语只安在我们网约车司机身上，其实不大正确，它更适合于安在所有的底层打工人身上。安静按摩过来不？不来，我正人君子，我按啥子摩哟啊？我正人君子。网约车行业要黄了，黄得到个灯儿。哦，社会底层人都是乐驼祥子，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个乐驼祥子，很多不是在我们网约车这一行的有些人过来沾沾自喜。哦，你们这些跑网约车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啊，就是社会的边角料啊，你就是这个啥子乐驼祥子。其实他自己都是个乐驼祥子，他自己都是你妈个社会的边角料，真的啊。做美啥美女，美女 ，Hello， 美女，才出来个马达领工资的顺风车，都是强制派，关键哪还要跑？哎呀，那种啥子领工资的，这些都是换汤不换血的哈。你要
你要相信哈，所有的方式方法，跑车的方式方法哈，给你出来啥子领工资也好，给你买社保也好，给你跑保底也好，最终的目的是让司机跑更多的单子，公司想压榨你更多的钱哈，这是那最终的目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换汤不换药，资本家的钱啊都是药水煮过的。感谢流连忘返了呗，对呀，所以说很多人他自己他都不晓得，他自己其实都是个社会底层人员，天天在指责这个是。